六六六。啊。哇，小翔跑的领先的位置，为你不遑多让啊！马上要接给第二棒，波波有一点没有接准，拉拉发挥了反超精神，卫权龙队龙虎的精神，一路跑向了小蚂蚁，小蚂蚁，老蚂蚁继续往前跑，继续往前跑，头也不回，头也不回，大长哥紧追在后。紧接着要准备，准备要冲线了，还要先等一下龟兔赛跑的感觉吗？龟兔赛跑，恭喜小蚂蚁，也谢谢大象哥，两队跑上非常精彩的比赛，谢谢。我是英文，请锁定中信兄弟官方 YouTube 频道，还有 Twitch 哟。